的假日，爸爸妈妈决定带着宝宝到远在山林里的公园大草坪，让宝宝体验人生第一次野餐。终于抵达公园，天啊，人也太多了吧，有点凉啊，把宝宝毯拿出来帮宝宝盖上吧。宝贝，盖好好呀。哇，好多人呀，赶紧找位置铺野餐垫啦。好饿好饿，赶紧拿出食物来。啊，不可以乱丢。哎，我拿去冲一冲，爸爸把宝宝顾好啊。不要哭不要哭，妈妈等等就回来了啦。哎，看来还是得靠我，看我的，咻咻咻，把拉链拉开，东西通通放进去。噔噔，宝宝毯变身强大抱枕。食物啊，来宝贝，抱枕变身强力靠枕咯，来张开嘴巴。啊啊 ！OMG！ 吓死我了，还好有靠枕保护宝贝，不然就完了。我们赶紧吃一吃回家吧，外面的世界太危险了。哎，怎么臭臭的？哎呦，宝贝刚下一个拉屎了啦！哼，没事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咻咻咻，把拉链拉开，东西通通拿出来。枕变身舒适地垫，宝贝躺好，换尿布喽。完成，干净无敌，宝贝回归，回家喽。这宝宝毯太万能，太完美了，真不知道是谁买了这么棒的东西。宝宝毯就是爸爸在父亲节时自己买，只是他不知道宝宝毯还能当抱